双帅压车过弯没减速，机车左右晃了一下，越来越贴近地面。两人失控摔到对向车道，撞上游览车，机车乘客滚落车底，痛到爬不起。一把撑开的伞放在地上，为伤者挡住头部遮阳。机车骑士安全帽还戴在头上，拍拍脚上脏污，自己站了起来。但他的同伴还得救护人员协助脱困。骑士，等一下拿他的那个。两名男子都19岁，来自南投鹿谷，都姓黄，同为饭店同事，骑车双载从溪头下山。摩托车过弯，地板有点湿啊，啊打滑就摔出去啊，游览车又先停了。后面的男性啊。伤势比较严重，卷入游览车下面，然后后来送医之后发现有气胸的状况。两人送医没有生命危险，得乖乖休养复原一阵子，下次骑山路恐怕不敢飙速转弯，以免耍帅不成满身伤。三立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。